所以说不适合登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离开的 Pity 岛 ，Pity 岛。今天本来预计呢要 Pity Point 的登陆。这椅子呢有保暖，这个提供暖气的椅子。我们现在在南极大陆啊，南极半岛，南极大陆。那这个大陆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漂亮的冰河。漂亮的冰河，配上美丽的天空，美丽的天气。